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月亮总是同一面向着地球？这是因为月球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叫做潮汐锁定。潮汐锁定是当一个卫星环绕行星运转时，它的自转速度和公转速度会逐渐趋于一致，使得该卫星总是将同一面朝向行星。这种现象是由于行星和卫星之间的引力作用所导致的。当月球环绕地球运转时，它的一侧会受到地球的引力更强，另一侧则受到引力较弱。这种引力差异会产生潮汐力，将月球表面的潮汐堆积物拉向地球所在的方向。由于潮汐力的作用，月球的自转速度会逐渐减缓，而公转速度则会保持不变。最终，月球的自转速度和公转速度会趋于一致，使得月球总是将同一面朝向地球。总体来说，潮汐锁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天体物理学现象，它影响着太阳系中许多天体的演化。